直直陪伴阮身边，牵着你的手，享受幸福的滋味。爱情哪会偷偷来骗钱？伫当时开始算。小博士，刚刚伊就叫你改夜小夏，今摆是安怎？发生新冠两瘫痪，我的官母也改死亡。那是威廉对我无半点的情分，总经理就认定我无价值了。到时阵就算我给囡仔生了，伊就会将我的囡仔抽走，再一口给我踢开。讲来讲去，我那是无抓着威廉的心。这个我想要做火爱人的美梦，就真正乌有去啊！请你来。哦，未歹哦，头等病房哦。周彩萍，虽然讲阮阿姨足无情，心计较足重的。也不过，伊对你确实是袂歹啦，开大钱给你住这么好的病房，吼，真正是小三才会疼小三。该来的不来，这林芬芬是来要找。你想要做啥？惊啥啦？我跟你无冤无仇，我怎会这么无品去拍一个孕妇嘞？人我是听讲。你去给人拍到你要落体，我是想要看宝宝敢有安怎啦？我的宝宝真好，伊无代志。伊知影家己命无好，所以唔敢想过娇贵。好佳哉，有惊无险，伊即马真平安啊。无代志就好啦。那安尼你拍算什么时阵要出院啊？我嘛真想要出院啊，也唔过。医生讲，为着宝宝安全，我一定要听医生的话。等到后一次产检的时阵，才去做决定。哦，安尼拄好。算起来，这个宝宝嘛差不多四个月啊，会当做羊膜穿刺啊。不过我才拄安胎完，阁袂用的呢。而且医生有讲，我阁少年，而且验血指数拢做正常的，宝宝足健康的，唔免做羊膜穿刺啊。相关你的宝宝敢唔健康？阮阿姨甲阮爹哋要紧的是宝宝的品质问题啦。因是想要确定这宝宝是威廉哥哥的。林芬芬，你即摆是超过的不良王，我这个囡仔当然是威廉的啊。这还阁无一定呢。即摆唯一会当确定的是，你是宝宝的妈妈，也毋过宝宝的爸爸是谁？这都要经过检验才会知影哦。也不过周彩萍，你放心啦，看出这个宝宝真正是威廉哥哥的，安尼你就发达啦。因为阮阿姨真正就孝，想要得到一个孙的，到时阵哦，一定发孕母奖金给你哦。看出你那是生达波的，奖金可以 double 呢。我不是要甲恁讨钱啊，干嘛呢？这世界上竟然有无爱情的小三？你是讲，我顶摆确实有听人讲，你无爱伫阿姨要给你的安胎费，
我家己去外口打工。哎、欸，是讲顶摆叶小小给你的500万，你用开了？啊，是讲你是想要把叶小小舞好倒，才演这出《小苹果流浪记》？500万？什么500万哈、啊？哦，彩萍，你是不是唱西腔给我知哈、啊？妈，你哪会无讲一声合作的啊？哎，哟，哦，看起来足好食的呢。这间真正是好雅人的头等病房，哦，含食的物件吼，看起来真遐高级哦。哎，欧巴桑，你是谁啊？哪会这么无礼貌啊？啊，歹势啦！啊，我肚头拄啊吼赶车，啊，拢无食饭咯，即马足枵足枵的啦。上上上上上！哦，哎、欸，妈，这钱袂退啊，这是总经理，我还有人个呢。你头壳有问题哦？啊，这钱敢有啥名？敢有讲是谁的？无嘛。那呢吼，当然都是啥物人看到，啥物人提起，都是啥物人会。无，后盖吼，阁有这款扣钱的好康吼，两扎布我知，听到无？妈，嗯，哎、欸，欧巴桑，嗯，你莫掠准讲你家己是老人，对当青菜人塞来塞去哦。哦，我认出来哦，你就是朝阳集团的大小姐对无？迄电视新闻我拢有咧看哦。既然安尼啦。恁是一口罩吼，我拜托你帮我传一下话，甲恁哥哥讲吼，叫伊甲因某吼紧离离的啦，紧来找阮兜彩萍啦。啊，若无吼，我就去甲记者讲，讲恁林家吼，看阮善食人好欺负，就诱拐我这可怜的查某囝啦。哎，拜托嘞，是周彩萍先诱拐阮哥的好无？不是阮哥主动的。你妈好啊。你莫跟我袂讲啊，好不好？你紧回去，紧回去啦！什么回去？妈妈要替你出头，你点点啦！即马是安怎？真正爱我找明代去开记者会哦？哎、欸，莫名其妙呢！你跟我表人讲，我有对白了法律追诉权哦！好怕怕呢吼！你跟我出去，啊，我会叫警察来哦！嗯，芬芬，你莫这么激动好不好？妈，我拜托你，你莫跟我袂不话，你紧回去。好好啦。你甘愿要予人欺负吼，迄是你的代志啦。啊，我要安怎甲记者讲吼，迄是我的自由。妈，你到底是要安怎？彩萍啊，妈妈知影吼，你即马已经是母凭子贵啊。啊，后头厝吼，你嘛爱小照顾一下。恁小弟吼，即马甲人做生意无法度周转，啊，你若方便吼，你嘛摕1000万予伊周转一下。1000万。你无，我紧，我来甲边仔这位金光闪闪、水气千条的大小姐参详一下。林小姐，啊，恁林家吼家大业大啦，请问一下吼，恁的骨肉应该是有值了1000万吼？即马吼，我就用我的外孙，就是恁宝贝啊金孙呐，来做底啊，1000万，敢袂使？小，你较紧呐。哎。你搞我！啊，老婆，好，你真正是吼，今日搞我欺负你，你搞会记哦，我咪搞我后生讲哦，你莫走，你搞会记哈，你搞会记哦。哦，知影会选就好啊。哎，周彩萍，你有这种妈妈，我真正替你感觉足悲哀呢。是嘞，我你看笑话，不过。像我都选择家己的爸母啊，一直讲到暗都敢来遐甲我讨钱，但是讨无钱，都叫我弟弟拍我，所以我较早毋是安尼死个讲骗钱。你讲咩啊？假使我即马已经忏悔啊，伊都是不应该帮我选的。我甲你说落了后，你敢慢慢好咯？
小姐得要开家事庭啊！我今嘛呢，一定会失去主望，刚好宽。我袂当你坐以待毙，好洪志勇甲叶小春真尔好过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逆转胜才赢的。提款卡，这个我好呆哦，当作我唔知伊的提款卡密码几号。用卡单我想嘛知，阮倒是用正卡的生日还是伊的电话号码啊？但我难领到钱，我就赶紧来去买升级版的金华荷花水有正卡的。见到发现我偷摕伊的提款卡，卡就要报警察来抓我。恁留伫车顶，咱倒去看卖。接下来就是你。
电话被爸爸送啊！我需要一笔钱，跟我辛苦借三万元，先借我。要是差到去拄着土匪，够衰。啊，你敢借钱啊？啊，我钱就拢摕去买怎啊喝我水，我囝啉啊。去，去领钱我。无喏，这进去。那无我来提款卡凹掉，好你嘛，我就领钱。哦，进去。你莫冲动，我随来给你，我来给你。揪心呢，我即马正惊讲你，伊还知影阮家地址，我若是袂领钱予伊，万一若心肝掠瘫痪，做伙阮家做恐怖的代志是变怎？哎呦，求平安，添福寿，了钱消灾好啊。唔对哦，唔是郑凯生日，阿伯，他们是迄个浩呆的，他的生日是几号？我饲落去，卡片也叫人加去，电话都无法度领钱啊！我敢一定爱领钱互伊开。哎呦，提款机内底拢有监视器啊！安尼我应该会当哦，直接甲内底人讲。我是有威胁的，有人逼我领钱给伊，叫伊来救我。监视器后边人，你还认真嘞，还较巧的哈，唔通看无啊？神经失调，还是掉骨啦？那这奇怪发生啦？讲无人来啦，你敢袂晓尔戆面啊？你上届无听无讲，我伫用危险，有人叫我提钱，我赶紧打电话拨我报警，上无嘛派一个人出来看，惨就恁一班的吼。你连提款机啥拢搬了了去啊啦！真正我要气死！你看有够好笑呢！我生怕只好话白哦，唔要看见遐尔乌黑乌丧，啊实在有够离谱的啦！是你钓狗哦？你阿姊唔知是跳什么舞啊？